来扣肉。爱姐，你给我拿个勺来。嗯，好，等着。你同学好像来电话了，那你同学？呀，真的？电话来的太是时候了。妈真香，哎呀！吃饭了，姐。吃啥呀？今天酸辣粉呀？你吃饭呢？快点，快点，马上。又搁那磨蹭啥呢？大粽子糯叽叽真好吃，料真足啊。那天得整盘青菜啊！啊，最近减肥了。老男果然长大了，也懂事儿。吃饭了呢。今天的菜都是我做的。今天咱俩一人一份，谁也别抢谁的啊！哎，我给你点外卖，姐，这些我都吃了吧。又在骗鬼呢？就你个铁公鸡，还能舍得点外卖？
咦，哎，我给放哪去了，姐？我不知道啊，你看沙发缝里没有？这沙发缝里面没有啊，姐？你去厕所找找。本来是给你们点的好吃的，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